掌机配件包装展示。附件物品展示。安装收纸器。正面安装对应螺丝孔，对准孔位拧紧螺丝，两边各装四个螺丝。收纸器安装完成，插上收纸器电源接口，插头接口对应凹槽。拧紧螺帽，机器后侧安装放纸器，对应螺丝孔安装好螺丝。安装固定杆，拧紧固定螺丝，放纸器安装完成。安装废墨架，对应螺丝孔安装好螺丝。废墨架安装完成，安装放架脚杯，